台南第二家甲台南邮局上午是做伙来举行了强强联手一个跨界产品的见面会，推出的优质的这个干拌面、够雪 Q 饼等等的产品，这嘛是邮政哦、甲邮政两个无同款领域的机关第一次的合作，结合着台南第二家甲的产品，够邮局的智慧物流自助取件，开创着全新的合作模式。台南邮局上午甲发布部矫正署。台南第二家甲共同举办跨界产品见面会活动，首先伫收粮人精彩的策应表演中，扭开序幕，两个无同款领域的单位首次跨域共同合作，推出常常见面干拌面的礼盒、果果派对、果干水 Q 饼礼盒，借由邮政甲矫正两个无同领域的机关首度做伙合作，将台南第二站优质的产品甲邮局智慧物流甲邮港平台合作，开创着全新的合作模式。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会让收容人知道说社会没有放弃你们，你们最好的回馈就是出去社会好好重新做人，然后不要再进来了，哦，你感受，就是说，总是啊、失去自由了哈，所以我们感谢再感谢，因为有社会的各界资源的协助，我们才能够教化可以顺利的推展，啊、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结合啊、不是空前、但是希望不是节后，我们可以继续、在各方面都可以来合作。中华邮政副总经理吴信林表示，今仔日甲台南第二站共同推出的产品，让消费者来到邮局就会当买到矫正机关收容人新鲜的优质产品，对创作收容人有价值感。这次的见面会，这是算首创哈。那我希望说，就是桃园人物能把它扩展到全国的监所的那个有各族的产品来我们的电商平台哈，那能分享给我们全国的大众。台南第二家甲作业课长卢怡君指出，常常见面干拌面的礼盒是一份来自老朋友祝福的想法，借由受容人的工作能力提出要时常联络、时常见面，维持着老朋友的温度，和友情亲像面条共款长，是一种满足着视觉享用的乐意系的点心，也成为民众年节送礼上介好的选择。我们就是加入了不同的一些元素，然后也就是隐含了一些寓意在里面。就像我们的常常见面这个礼盒，其实就是希望说，就好像遇到老朋友一样，希望呢能够都跟老朋友能够常常联络，也能够常常见面，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那也希望就是说，一般的社会大众能够再多多给予我们这些在矫正机关的同学能够一个鼓励和一个自信的机会，让他们在复归的这个社会的路上有更多的一个自信。现场还阁邀请到料理厨艺达人李明章，现场示范着干拌面的多种变化的料理，六分钟让料理轻松上桌，现场热闹滚滚。它的颜色也好几种哦，然后特殊的一个蔬果的搭配，然后颜色。哦，然后你看你吃要想吃什么颜色就可以搭配什么颜色来去搭配，然后三种酱汁那任何搭配也都不错的。另外，邮局除了提供平台加配送，消费者每买一盒就捐10元，一加一大于二，跨界合作，全心希望会当造福收容人，回归社会的力量。记者邓家新北区采访报道。